Chat room 有人留言啊，想问只汽车股9868吓，咁就小鹏啦吓，佢系想问下点睇个前景？股价短期前景就唔系咁乐观嘅，因为你见到佢咧，一路都系有一个嘅沉底嘅状况喺度啦。即系如果你话用港股嚟到去睇嘅话咧，咁佢已经系跌穿咗咧上年嗰一个嘅上市价噶啦。咁啊就用美股嚟到去睇嘅时候咧，而家个股价咧就系、是、去翻就2020年嘅11月嗰一啲嘅位置嘅。咁啊就当其时嚟讲咧，嗰一个嘅个低位咧就系咧靠翻近20蚊嘅，即系计美金。而家美金咧就大概27蚊，咁所以咧其实咧都有一个咧下行嘅风险喺度。咁啊咧有个心理准备咧，就100蚊呢啲位咧就即系对翻港股嚟讲，100蚊呢啲位咧就系咧属于一个大位咧，个支持度会比较上系够一啲咯。咁啊，所以如果你话继续跌嘅话咧，可能都有机会咧，要守多10%咧，先至有机会有一个嘅喘息嘅状况喺度。小鹏咧，其实就喺中国嚟讲咧，系视为咧系三大造车嘅新势力之一啦。咁啊，除咗小鹏之外，就系理想啦，同埋嚟紧嘅介绍方式上市嘅蔚来咧，都系市场咧嗰个嘅焦点嚟嘅。咁但系咧，短期股价咧，始终都系受制于个大市嘅表现嘅时候咧，就未必可以反映到咧佢嗰一个嘅基本面咯。咁啊，中长线投资价值系高嘅，但系短线嚟讲咧，可能要有啲咧挨价嘅心理准备啦。